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高僧传讲述，新竹法源寺开山祖师宾中大师。高僧宾中大师，高僧的大愿。从大陆归台后，大师不辞劳苦，为诸弟子信徒说法，特关照在台湾的台籍弟子信徒，勿因语言不便而失去闻法的好机会，应多多听闻大陆诸法师说法。既喜为弘法友人，故至民国39年很少出门。民国40年于佛陀成道日开始正式闭关，专为诸学子们讲学。高僧的大恨，宾中大师是解行并重的高僧，一生大慈大悲，弘法利身，戒行极其庄严。宾中大师西元1910年生，台湾鹿港人。其先世祖父为当地巨富，父妹木工为当代名医，文学德行亦称于世。少年时智慧超群，5岁时就有成人的智慧，能教化同镇的小朋友行善，诸恶莫作，天资超人，坐立端正，品性良好，且有惊人的记忆力。6、7岁时以通粗浅的文字习读经书吟诗，年12岁时始正式受教于私塾，读书不分昼夜，如是一年所学多常人数倍，且教诸正式授课的同学精通，常为同学师，都会教同学啊功课。14岁那年的春天，从经典得感悟世间的无常，深感功名富贵浑如梦，乃发出家学佛救度众生之宏愿，曾要求出家，但未得父亲的许可，追求真理之心愿已坚决，有一天逃走到法云寺，家人因念年纪尚小，不甘其受出家生活之苦，寻找终被找回，回家后被禁于楼上，维持素食，谨守戒行，日读经书禅坐，睫毛变锋，记6年，17岁到23岁，后于天童寺受具足戒，延英老法师为戒和尚，后来并曾在天台佛学院为副讲法师，归台后第一次弘法于龙福庵讲地藏经，首开台湾僧人研究经典的风气。宾中法师的出家因缘是在14岁那年的春天，有一天遇到一位买卖古书挑担许多书籍从门前经过，宾中爱好古书，乃唤住该书贩，观其书籍多为前所未闻未见的佛书经典。原来是有一个佛寺已经不存在，经典的佛书就被拍卖，书贩所卖的是佛教经典。他好奇就请购，从经典呢感悟世间无常，深感功名富贵浑如梦，所以就发心要出家学佛。因为被关在楼上，可是他日常生活也像出家人，日读经书禅坐，对佛学更加了解，出家的心智就更坚决。
后来啊，他就是趁家人在入睡的时候，他从楼上啊，就是用绳子啊，绑了一件笨重的家具，就从楼上往楼下，就逃到了狮头山里闲云禅师出家。那也到全省有名的佛教圣地，如大湖的观音山、五指山、冈山等处。17岁的那一年，因种种因缘，他决定结毛独居于汴峰，每日授课学生以维持自给的生活，不愿意受友人或姓氏的供养，也不接受馈赠，有时候柴米都没有了，他向学生借用，还有束修收入时才照数退还。那时候有一姓氏金山夫人，后来为狮头山海会庵的第一代住持比丘尼达明师啊，曾以大量的米粮供养，可是他不接受而退还。因为是山居啊，所以物资都缺乏，不能维持最低限度，他就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任何无法去形容那时候的情况，就是他的生活就是非常的清贫，物资缺乏。因为在毛变峰有6年的时间，他除了讲授课程，还有自己用功研究法华以及楞严的诸大圣经典，也曾教信徒就是去学习大圣的教义。当时与宾中法师往来的朋友大多为文学界学者，除了自修讲学外，他也经常应大众的邀请啊，就是有时候会谈诗啊，或是大家吟诗作对。当时台湾的佛教几乎是现在做佛寺，僧尼对于经典大都不求了解，甚至不知道行为何物啊。当时所谓说法不过是世俗因果报应之类的，或是佛教故事，三藏之典经典都是放在啊金柜啊书架，不为世众所知解。僧尼虽诵佛典经书，但大多数都是只是念，并不了解佛法的真实意，所以那时候信仰参差不齐，完全不知正信与迷信之分。所以他那时候悲叹啊，台湾啊不得大法师的指导，他就发心前往大陆啊内地去留学求法，同时渴望礼拜名山古刹，参访高僧大德。民国22年春，决心内渡，虽是贫僧，但贫穷无法阻止向上的心愿。大师不愿化缘，或是求助于友人，甚至不受诸友的送行，悄然离开茅房，但留一师以别啊诸师友。离开汴峰的时候，仅有一个知己信徒发觉，乃赠10元为旅途之用。这对于一个贫僧而言却是一大的数目。初渡大陆后，在福建游学，先游鼓山涌泉寺，在此期间曾参访虚云老和尚，曾与虚云老和尚及中净新月两位法师同登啊折峰。大师早有要参访古月和尚之念，但不幸来的时候法师已经西归了，那吟诗啊为思念。此外曾与慧泉法师等同游鼓浪屿，亦曾啊谒良达老法师。不久他离开了福建省，南游广东潮汐的兰华寺，转而北上前往南海的普陀山礼拜大悲观世音菩萨，事后往宁波的阿育王寺礼拜佛陀舍利，转而行脚到太白山天童寺谒一心老和尚塔，
礼拜八子头头塔。是时适逢天童寺的开戒，元一老和尚为戒和尚，前往受具足戒。元一老法师早年曾由台湾啊，知道宾中法师的声誉哈，所以就受元一老和尚的器重。元一老和尚深知台湾的寺院风俗，知道一般台湾僧人很少吃苦，深恐宾中法师不能克其其中之困难，就婉言的劝勉了宾中说啊，恐怕不堪受苦啊，可以暂住到上课堂，仅在必要时入戒堂受训。宾中深感元一老和尚的慈爱，但愿与一般的僧众同入戒堂，不畏啊这个身体法夫的折磨啊，愿学大陆的庄严身形啊。元一老和尚身为之嘉许赞叹。民国二十三年的七月，不辞原路途的遥远，步行二月前往九华山礼拜地藏王菩萨圣迹。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初，宾中法师由太化雪窦寺并作雪窦游记一文。游记上云啊，余游雪窦有三目的在焉，一为拜访太虚大师，二领略雪窦风景，三预备避暑过夏。可惜时是太虚大师外出弘法，已未得在此时参见为憾。后来他前往关中寺啊，那时候的宝镜法师当关中寺主讲，宾中法师前往参学，专心学习进步神术。有一日，宝镜法师出一个问题：弥沙弥慈系取材自直满外道央觉摩罗的故事，试问其道理何在？令诸学生申论之，宾中法师呈著论文，论其道理，同参将该文发表于《弘法月刊》，但没有署上啊这个宾中的法号。后来是宝镜法师读该论文的时候，惊叹啊这个作者的论文的这个学识学历啊，见地高超啊，深为赞美。后来知道是由宾中法师所作，嘉许赞美备至，决定聘请宾中法师任关中寺的副讲法师。宾中法师知道了宝镜法师决定请他任副讲法师，至为惊讶，于是趁夜整装黎明逃出了关中寺。后来宝镜老法师发现，就请使者前往哈去追啊宾中法师。使者追了六七里，哦，就将那个宝镜老法师要聘请他的意思表达。可是宾中法师就托使者转呈宝镜老法师说啊，不远千里前来大陆，目的在于求学，绝无意啊讲授。老法师的慈意至为感激，但无论如何不能应命，他就赶程去天台山了。宾中法师在台湾时已略研究了天台教观，但到大陆内地以后，并不固执一定要在天台求法，因此就到处啊游学啊拜访，因缘就造成了他终于呢实践最初的愿望。事实是净全老法师在天台主持学院，宾中法师拜谒净全老法师，也甚得器重。天台佛学院
规章分课程为初学与专修两部，凡入专修部必先修初学课程。宾中法师因佛法精进，学历甚佳，所以就直接入专修部研究。在此期间研究四教仪华华及天台教观，在天台求学方法有如在关中事时不分昼夜专心攻就，且夜间利用佛前的海灯读经，三年之内大藏经中的重要部分几乎全部熟读。后来并曾在天台的佛学院任副讲师。宾中法师在离开台湾到大陆内地的时候曾临座十年游，那时候他打算要在大陆内地停留十年了，因为计划在国内可以做较长期的住席。不幸啊，在民国26年七七事变发生啊，再来就是813啊炮战，中日的关系就继续恶化了。台湾为日本所据啊，宾中法师呢因为是台籍人士啊，也不免是被歧视，所以有时候会被误会为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又深感被当局啊注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怀疑，因此呢他不得不离开天台。为民国28年，那时候宾中法师29岁。那时全面抗战开始，到处烽火，一时无法到上海。后来他经过了梅溪啊，遇到了淡云法师啊，在梅溪的观日山房。他们以前是在天台时的同参执事啊，因其深得淡云法师的欢迎，他就暂时留住在观日山房。后来他应这个淡云法师的邀请，在梅溪的学院讲楞严经。宾中法师的说法极佳啊，深入浅出啊，听者易于了解，甚得学生的欢迎。听讲的诸弟子姓氏中，有一位叫郭胜忠居士就赞美说：“宾中法师的辩才为前所未闻，不胜佩服。”然后特别拜访宾中法师说：“啊，他住在上海，如果有机缘可以到上海，好，一定请他到他的寓所啊，亦有啊。”后来郭胜忠居士探知到宾中法师挂席在曹洞中的上海别院，就赠予啊他回台湾的船费。宾中法师由于不了解当时上海的风气，将郭居士结缘以及所有一切的积蓄啊，他就在电车内被扒手啊偷盗啊，就是所有的钱都没有了，一时无法回台湾。后来受台籍的僧人龙中法师的帮助与交涉，还有得日本领事馆啊准许啊宾中法师搭乘啊军用的运输船回到台湾。可是船即将要出发时又临时被拒绝啊，不能登船。因为那时候那个船离开了上海不久啊，因为触到水雷啊被炸沉啊，这无理的拒绝啊不能登船也是幸运的巧遇，因为那艘船后来碰到水雷被炸沉没，那也就成为啊未来啊宾中法师能够为大圣佛教弘法。过了一星期呢，他就乘商船安全的回到基隆。凡是留学或游览到中国大陆内地的台湾人啊，都会被日本人啊当作是危险分子，甚至被认为可能是带有特殊任务的间谍。许多在这时回来的人只因可疑被拷问，甚至呢不堪苦行以致丧命。宾中法师还没有到达基隆港就被船上的便衣人员跟踪，船航行了2天、啊、就被盘问为什么前往中国。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中国遇到了哪些人，找那些人做些什么，有哪几个朋友在中国，为什么这个时候回来等等，不甚繁杂的问题啊，被一一查问。后来哈，宾中法师啊，因为他的道范庄严啊，使哈日本人也畏而敬之。虽然是被软禁啊，但享受着高等待遇，除了三餐以外啊，报纸、茶点按时奉送，还独住于一清净的房间。宾中法师唯唯不动、安然的态度，行住坐卧不离佛法的规划，就像是在关房闭关啊，无可烦恼，无所挂碍，也没有痛苦。认为闭关有时还要饮食啊、住的烦恼，他现在不用挂虑了，因为警察就像侍者啊，安全的守护着，每日可以安心的念佛、持咒、打坐，生活十分安定。对于个人全无挂碍，只是有时啊，他起了大悲想，何时才能有机会实践弘法的寺院与任务。在这时期，又有几个不同的侦探人员前来闲谈，所谈的不外乎大陆游历经过，征询的报告一层一层的送到最高机构，就是日本人的主管。后来他们造访宾中法师说，根据他们多次的报告，我知道您的人格，我曾经将多次的报告一一核对，没有一句差错。人们有时就是所说的全为事实，但多次的答案往往会忽略一二，或答错一两句话。从报告了解您，不但是个学问、道德修养极优、人格高尚的高僧啊，可以证实你的定力功夫啊。我愿啊作证，您所说的全是事实，却是一个佛教传教师啊，绝非不法分子。这个日本人啊，就是有一位叫做绅士的哈，如此的尊敬宾中法师，由于任务并没有答，就没有问题了哈，就即刻将他释放了。有一天，当宾中法师在持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忽然有个穿西装的青年来访。青年见到宾中法师就问：“和尚，你岂不是宾中法师？”宾中法师说：“是的，但居士怎知道我的名字？”那青年说：“您忘了吗？以前见过您的。”那青人就笑着说：“偶然的机会，以后再谈吧。我就住在观音山。”他说：“本源法师哈，就是会来保释你出去的。”后来那位年轻人就走了。隔天呢，就有位本源法师跟一个日僧啊前来保释。那原来对他有信任的一个日本人叫绅士啊，也特别来他的官房哈，就是本来被软禁的地方哈，那个房间就说啊：“师父，我相信您，尊敬您，但以后不论您回到台中或别的地方，恐怕免不了再有别人找麻烦。这是我的名片，特别证明您的人格，相信当有人怀疑您的时候，他会发生效力的。”由于感动敬仰这位日本人绅士啊，特别赠送私人的证明文件，让宾中法师得以安心的布教。后来宾中法师前往圆山啊，向林济中啊布教总监啊高林玄宝老和尚，也是一个日僧啊，道谢。因为高林玄宝和尚对于日本在台湾的政府具有很大的影响，当他派啊这个田蛙，就是有个日僧啊，前往基隆作证的时候，宾中法师立刻得到自由。正好有一个年轻人在灵济寺，那一位年轻人就瞻仰啊宾中法师的法相，威仪风度、庄严备至啊，令人一见而知为高僧大德。看到宾中法师的戒行庄严、品德兼优，
为当时佛教的大善之士，他就倾心仰慕啊，恳请上人披剃为身啊，皈依为宾中法师的弟子，赐法号印心，就是后来宾中法师收的弟子。后来宾中法师又前往观音山向本源老和尚礼谢，因为本源老和尚啊就把他担保出来了，他怎会知道他被禁在海关呢？老和尚说啊，那一天下午3点左右啊，有一个青年来观音山对我说啊，宾中法师从大陆回来被禁在海关啊，希望您前往保释。当时我对那陌生人的话半信半疑啊，后来想这句话不会是假的，也就深信不疑，就开始下山啊去拜访了高龄玄宝老和尚啊，他也即刻答应，就派日升田湾同我到基隆，问起那青年的名字住址，本源老和尚也说不知道。而老和尚见到那青年的时候，与那青年去拜访宾中法师的时候是几乎同时啊，那两个人就觉得很奇怪了。当时的交通情形计算，如果是下午3点多离开基隆，黄昏的时候是否能到达观音山还不知道了，因为要有路程时间的，何况同时，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为了要向那个青年道谢啊，宾中法师就在观音山、台北、基隆啊就找了半个月，但始终没有得到那青年的讯息啊。宾中法师又去了基隆，就是有那个守关啊的警察也不得而知。警察就说因一时糊涂啊，那时候那青年从哪一个门进来都没注意到。那守关的警察也看见那青年的访问，但却忘记干涉他进入就是守关内。在大陆多次遇难，常常得到不知姓名的人帮助，而此次的罪感不可思议，闻者均认为这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回台湾后不久，宾中法师就南下到龙府庵讲《地藏经》，是宾中法师归台后第一次弘法。弘法盛会盛况空前啊，首开台湾僧人研究经典的风气，让台湾的佛教徒啊了解出家、佛陀、菩萨等意义，也转变了应酬佛事为研究佛教经典。民国29年3月，宾中法师东渡日本，访游日本各大本山，比较研究中日佛教的不同，所到各处均受日本人的热烈欢迎。在这期间，宾中法师有次在日本岐阜县的美容清泰寺住席，遇到一个台湾籍的青年，那青年呢不甚的钦佩仰慕宾中法师的庄严大德，同一年的7月随之回到台湾了，事后皈依为宾中法师的弟子，披剃于就是在宾中法师下剃度，在其座下，谥号觉心。后来印心、觉心从未离开过宾中法师左右，追随宾中法师到处说法。民国29年秋，宾中法师受印邀请到大冈山超峰寺讲《阿弥陀经》，于南部龙福庵朝峰寺讲经，9月讲《大圣金刚经》于屏东东山寺，并应潮州等处寺院及各机关团体之请，或通俗演讲，或随缘开示。那时虽然台湾为日本人所占据，且正积极推行皇民化，学校机关团体均禁用台语，但宾中法师到处讲经说法，从不曾用日本语、日文，
每次演讲均有不少的信士皈依佛教。民国30年2月，宾中法师应大溪福分山灾民禅师之请，讲《般若心经》。在法会第三天，经题《般若》二字刚为讲毕，正要继续讲解《波罗蜜多》。该寺的住持孝忠法师啊，就与真秋涛居士等向宾中法师要求。他们说啊，台湾啊向来啊缺乏讲经的机会啊，佛法汉文啊教义茫然，经啊有赖啊大师已开啊这个弘法大作啊，此未曾有之法会，在座的大众虽曾啊踊跃的倾听啊，都受益良多啊，有如这个风过耳。哦，可是呢，听过了以后，因为呢，大家还是哈、哦，虽然有记笔记啊，您的一片苦口婆心呐、啊，我们无法一一哈、啊，就是听闻呐、啊，所以希望呢，恳请法师不辞辛苦啊，因为教诲后学哈、啊，我们希望把它编成讲义啊，有意分成听众，好、哦，已经可以让更多人能够因为。亲耳听闻啊，一以领悟啊，则得益较多，不知法师以为如何。就是后来在弘法期间，宾中法师就著成了《心经要事》一书。在同一年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于台北净土宗布教所，冬天讲无量寿经于北投法语寺，民国31年的秋天讲《金刚经》于台中宝觉寺，又在雾峰灵山寺讲《阿弥陀经》，再讲《金刚经》于新竹敬业院。当宾中法师在灵山寺说法时，60-70年未曾开发之牡丹花，既然开花了，灵仙堂老居士认此为奇迹，作诗赞叹宾中法师。同年的冬天，宾中法师因讲法过劳，心脏衰弱，所以受请静养于新竹法王寺，亦时常为诸弟子开示用功法要及修学方法。这时在新竹的信徒都声望宾中法师在新竹建寺为弘法道场。在法王寺挂席期间啊，路经古奇峰啊，观其风景佳丽，可眺望林海，赞叹不已。古奇峰为新竹八景之一，因此他地主陈兴登先生表示，千万金也不愿放弃该地。但是不久，母亲陈氏啊，夜梦啊，就是陈氏是陈兴登，他的母亲啊。就是在夜梦里面来托梦了、啊。王母说啊，对他的儿子说：“心丁，我处境很苦，希望有大德高僧救拔我。听说新竹的善信们，欲请有一高僧在此哈、啊，在此三件事，您当答应他。”陈氏深以为奇异，于是呢。去拜见了宾中法师，欢迎在古奇峰见识。那时的台湾佛教徒们对佛教的认识不够，而且佛事林立，时有不孝之徒借见识为名到处欺骗，因此出家人常被轻视，所以宾中法师事实只接受几位皈依弟子的发心，由诸位居士们发起啊，热忱拥护。法源寺呢就略成规模，在建筑期间位置方向形式蓝图均为宾中法师所指示，由于经济所限啊，两位弟子印心觉心啊，以及居士啊就兼公益啊，自己要亲自去施工啊，劳苦至甚啊。民国33年法源寺落成，近夜宴的住持永修、永善两位尼师奉正
前至大陆南海普陀山啊，迎回至西方三圣像。应心觉心两位弟子哈、啊，还有他们的在家居士就亲自奉上佛像到法源寺。在同一年呢，在这一年里面就开始逢佛诞的圣佛陀圣诞呢、啊，或菩萨圣诞，宾中法师则说法为诸弟子善信等开示，闻者皆大欢喜。民国33年秋天，战局紧张，盟机轰炸台湾，日政府命令疏散。宾中法师同觉心印心两弟子啊，就避于啊金刚寺啊。宾中法师极慈悲关心啊，为疏散弟子信徒的安全，因此在民国34年春天啊，就是他有那个居士复法啊，他也劝他们要避难在金刚寺啊。那因为是宾中法师的慈悲啊，也护念复法居士。宾中法师的法相威严，不但为诸弟子所敬仰，且为这个狮山的所有人士所畏敬。后来同一年的9月离开狮山，回到了法源寺。11月讲弥陀经于中立的圆化院。民国35年，宾中法师有感于过去的台湾佛教深受日本人的遗毒，预期哈、啊、显明啊，就是佛教的正统啊，非大力的弘法立身不可，所以特别设佛学高级研究班。除了在法源寺说法外，他较少哈、啊、往来南北讲经。民国36年的春天，在新竹的佛教智慧讲地藏经。那时是盛况空前啊，听讲的诸弟子信士来自南北，几乎全台各处都有。那平常听众大部分住在新竹，在清晨或晚上由大弟子轮流复讲。冬天的10月啊，再讲地藏经于狮山的圆光寺。12月在台中宝善寺讲普门品。民国37年的夏天，在狮山秋华堂讲弥陀经。后来在本院寺讲楞严经。本来希望讲期为3年，因为经济情形不能安定，无法支持太久。后来1个月后就解散了。宾中法师的说理精辟，能深入浅出，凡遇深奥来明处啊，他会用譬喻啊，让大众能够明白听晓，务使听众悉能明了，苦口婆心，谆谆善诱，令人赞叹不已。都以天台五重玄义讲释，对每一语句会用喻释、分释、再合释。因此有一位不识字的老人，曾在听完一部经典后能通果文，本来是不识字啊，那听完一部经后就又能通哦，就是我们说的国语了。民国37年，宾中法师在新竹的公共场所做较通俗的演讲，但所讲有时仍是一部经典，有时候法会是1个星期或10天。民国38年的冬天，宾中法师为要专门造就弘法人才，在法源寺创办南天台佛学研究院。从大陆回台湾后啊，宾中法师不辞劳苦为诸弟子信徒说法。自民国38年国民政府啊迁台啊，那大陆的一些法师啊大德也随政府来台，宾中法师至感安慰啊，认为台湾宝岛佛教的黄金时代来临了，不但传教不至中断，且将是佛教开始复兴的时候。宾中法师特关照啊，诸台籍弟子信徒啊，勿因语言的不便而失去听法的好机会，
因为台湾人那时候都讲闽南话台语，那大陆来台的法师都是讲国语，可是他鼓励信众啊，就是虽然语言不方便，还是要去听法，多听闻大陆诸法师的说法，继续哈为这个逢华友人哈故在民国39年以后啊，宾州法师也很少出门了。于民国40年佛陀成道日就开始正式闭关，并专为诸学子们讲学。民国43年12月8日啊。他原来闭关嘛，后来呢他就出关了。12月11日啊，在新竹中山堂演讲。后来12月13日又应台北的诸信徒啊的邀请，在台北的蓬莱国校讲堂啊讲阿弥陀经。听众空前啊，皈依者啊极多啊。民国44年1月18日又南下屏东东山市讲《楞严经》，虽然是春天，南部气候炎热，宾州法师血压上高啊，诸弟子信徒均为上人啊为这个宾州法师祈祷。楞严法会之后，宾州法师往冈山说法，并在南部到处演讲开示，直到3月中旬才回到寺里。同年的4月，台中莲社传授在家菩萨戒，宾州法师南下主持。宾州法师也曾经往桃园的麻风院，就是乐生哈疗养院，为一群病患说法，多数的患者呢都皈依宾州法师。同年的11月1日，魏觉兴法师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创设南天台弘法院。民国45年春，为应兴法师创建法济寺于碧潭山上。这期间，上人宾州法师也许有时候住新竹法源寺，或是住席在碧潭，或是莅临弘法院巡视指导。民国46年的8月，宾州法师的健康情形一日不如一日，因之就医啊，后来住席弘法院静养。民国46年的9月25日，在弘法院长寿会席上为诸弟子信徒们开示，这是宾州法师最后的一次说法。后来健康情未见好转，在11月时，宾州法师宣示他即将要往生了，经诸弟子的就苦留长期注视啊，他才答应要入院就医啊。他的弟子应心啊，广兴啊，有2位弟子随侍左右，日夜哈、啊、就在旁边啊照护着。而觉兴法师也每天都数次到医院问候，宾州法师极慈悲，关怀诸弟子。知道弘法院的事务繁多啊，他常对他的弟子觉兴法师说啊：“觉兴，你很忙，可以不必常来。”民国47年的农历，就是2月19日，观音菩萨的圣诞日，宾州法师安详逝极于弘法院。民国47年，国历4月13日，宾州法师的徒弟典礼，得。舍利甚多啊，诸弟子信徒们就于新竹的古峰旗古峰啊，就是南天台法源讲寺山上建宾州法师的舍利塔，以永念大师的事迹。以上啊是宾州法师啊他的生平啊简略啊的介绍，因为他以讲经弘法、弘法立身，所以他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就是要事哈。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啊，他的开示啊，对《心经》啊的内容。那李炳南老居士也曾经啊作序，
鞍山大师有说啊，诵经容易解经难，口诵不解总是闲。心经啊，虽然都能上口，要说到解啊，只怕万分之一的人也找不出来，因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句啊，口头上啊也会取舍哈、啊。可是呢，如何去好好的说去形容，有时候很多人还是迷茫不清楚，一团云雾啊。所以要一句一句的分析清楚，万分之一哈、啊、也是找不出来。那李炳南老居士他做一个序，就说宾中法师哈、啊、诞生在台湾，是天台中的泰斗，深入法华三昧。幼年的时候啊，他往日本西游内地，遍参知识，不但学问渊博，戒德庄严，慈悲度生的心肠也是少见的。宾中法师曾在江南各大丛林，就是讲经啊，弘法气理气机，辩才无碍，每讲一次经都有不少人的感动皈依三宝。后来因为呢血压高啊，闭关潜修，可是有观音菩萨的愿力啊，无穷啊，其实也常常是逢凶化吉啊。那因为他度法心切，他常常是抱病说法，闭关呢还是忘不了度众。那他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白话注解，就是在闭关房里啊所做的。本来宾中法师啊有一本文缘注的心经，已经就是受大众的欢迎了。后来呢，他还是为了他悲悯心啊，就是希望大众更明白对心经的认识，他就把它白化了。也因为这样啊，度化众生可以啊顾念到气理气机，用白话来写哈、啊、心经这件事是不容易的。因为呢，经中的术语要用白话来说啊，这个都是要几番的哈、啊、思维哈、啊、如何去呈现白话。再来呢，因为宾中法师的血压高啊，正好呢使用脑力会让血压继续的向上增长，所以真的是为法忘去了。第三难题是说，文字的善巧在一般学佛的人来讲，要找出来担当啊注经啊，不是只有全赖文字，要是无戒无德无修无证来写，那即使他说的天花乱坠，那也是隔靴搔痒啊，又何能得到众生的尊重。所以有得到诸佛诸天的护持，所以他所写的经注啊是难遭遇啊，难想啊，因为有文字的般若哈、啊、的解释啊，然后再进一步去行持啊。所以这个是李炳南老居士为宾中法师写的一个序啊，也希望大众呢能够不辜负佛恩，不辜负宾中法师的慈悲心啊。所以我今天重点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宾中法师他自己也特别有一个简述啊，在一般讲经的惯例上，都有所谓的经前的玄坛或提纲，如天台的五要玄义，玄首的石门玄坛。般若心经在我们中国佛经流通方面啊，可说是风行天下，持诵者多啊，普及程度超乎在金刚经还有弥陀经啊。虽然只有260字，但是含义极广博而精深啊，它在一代圣教中的地位，总算是一部很重要而富有声望的经典。因为是600卷的大般若经啊，精简啊，简刮切要，提纲挈领啊，首推啊就是心经，它是给一切众生打破迷情妄执、启示解脱法门。处处即摄明空，层层破妄显真，乃至广传诸法皆空之理。从世间有情的无蕴，一直空到出世间的无智无德。因为空而要完全的空了，能够不取一切相，于起不取一切相，
所以能够极见真相。实相者就是我们各个本具的真心，迷了他便是为众生，悟了他就是诸佛菩萨。迷则生死无尽，悟则究竟解脱。般若是发觉实相、解脱生死的一种最完善的工具和方法。我们不想求证实相、解脱生死则罢，如果要的话，那就不得不从这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圣典去努力进取了。好，我们休息15分钟。
心经260个字，摄取600卷大般若经的心髓啊，被认为是成佛的指南，立身的决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此经是说明依照般若修行，可以出生死苦海，到达涅槃彼岸，亲证真心的一部经典。此经是修成智慧究竟，彻见真心的一部经典。此经乃为全部般若经中最究竟的心重要经。此经是一切诸佛菩萨依之而证究竟涅槃的一部中心重要经。本经云：菩提萨埵依般若到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总之，依照般若修行可以得到究竟涅槃，故般若之下有波罗蜜多四个字，又应得到究竟涅槃，即能亲证真心，故波罗蜜多之下有心。般若要怎样修才能得到究竟涅槃、亲证真心？当依照经中所说的道理方法去修学，故般若波罗蜜多心之下有一个经。以下是由般若啊，就来做解释。依照经中所说的道理去实地真修，即能明心见性。故经之上有一心字，即证真心，自能了脱生死，得到涅槃不生不灭之彼岸。故心智上有般若蜜多四字，然而要达到涅槃彼岸，当借重般若之功力，故般若波罗蜜多之上有般若二字。依照般若妙法修行，便可度脱烦恼的生死苦海，达到究竟安乐的涅槃彼岸。而亲证不生不灭之真心实相的一部经典，故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能够听闻读通这一部殊胜的经典，那是唐三藏法师玄奘翻译。在佛经经历的组织上，每一部的经都具全序、正中跟流通三分。从观自在起到度一切苦厄，此经是观自在菩萨从亲证境界所流出之言教。观自在是别名，菩萨二字是通名。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观是观照，即能观之智啊。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用般若妙观智，由耳根一门深入，背尘合觉思维修习，而入三摩地。楞严经所谓的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深度环不能为碍，就可以表显自在的明文。观自在这个圣号，就是依菩萨修证功夫而建立的。因菩萨行深般若，以甚深的圣慧照见五蕴身心的度极，度脱一切苦厄，得大解脱，所以自在二字由此得名。菩萨的自在妙用，就是由于照见五蕴皆空所得的，以岂能了达五蕴虚妄不实，所以不生执着，不被所转，因而获到解脱自在。故本经以观自在菩萨称之。一般都称啊菩萨为观世音，而不称观自在呢？因为这位菩萨与阎浮众生特别有缘啊，随力现身啊，寻声救苦，是他历劫度生啊的悲愿，因此观音圣号来得格外普遍。而这位菩萨的悲心救苦、立身事业的深入人心的一种表征。以菩萨有大智故，
以一切事理悉皆通达无碍自在，有大悲故，能够随类现身，寻声救苦。观境啊，自在是说菩萨用般若智啊，照了真如之境，与一切法圆通无碍，观照自在。菩萨在修般若观照时候，能够当下不带寻思，直接彻底照见五蕴皆空。作用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清正法身本有，从体起用，一切神通作业皆自在，能随缘复感，分化无碍。观自在菩萨能够观察诸法实相之理，得大自在，不为境界所转，又能救度迷苦的众生，具有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精神，所以叫做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行是观行、公行、大圣行，修六度万恨，普度众生，求证佛国者，谓之大圣行。菩萨修行甚深般若功夫得力时，由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而证实相般若之时，即照般若观得圆明自在无碍之时，亦即在万缘寂寂无证无得之时，亦即能所双望净智不分实相般若现前。所以圣者观自在菩萨在修习深妙般若功行到了极点，就证到了究竟涅槃，所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圣者观自在菩萨用般若甚深的圣慧观察到四大垢境的摄蕴，还有心理作用的受想行识，都是原生无性，当体即空，故曰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度脱一切啊，就是世间痛苦还有灾难的事无量无边。以观般若能观为智，五蕴所观为净，修观结果是空，所获益处是自在和度一切苦厄。自在啊，就是能够约这个得乐啊，就是度苦，就是离苦，离苦得乐。五蕴身心为一切众生造业受苦的总根源，现在即空了，自然没有一切苦厄的产生，故曰度一切苦厄。因为愚痴的人是再迷的凡夫，因无智慧，故于五蕴犯法妄生执着，妄造恶业，妄受苦报，故有一切的苦厄。舍利子是本经的当机，所以观自在菩萨在说法前先招呼他一声，以提醒他的注意，尤其是般若甚深的奥义，菩萨欲畅宣之。舍利子是人名，就是舍利佛，就是舍利是印度的一种，也是一种鸟啊。那因为他的 母鸟的眼睛啊，因此他有一个名称叫做舍利，而尊者的这个母亲给他取的叫舍利佛啊，故称为舍利子啊，为舍利之子。舍不异空，舍子生即宇宙一切万有的现象，不异就是异字除作各异的解释。空有二异啊，就是我们先来对这个缘起假象谓之舍，缘生无性谓之空。虽有假象，都无实体，故缘不异。何谓缘起？何谓性空？须知世间一切的事事物物，
目不全由各自需要的种种条件缘组合而生起，叫做缘起。一切事物皆仗因脱缘而生，自然没有实在不变的个性，因此说为性空。一切的众生迷此五蕴身心，不能了悟一切缘起性空之理，依缘起因果而为杂然的流转，因是生死无尽，如能依般若观法而修，便可以度脱生死。金刚经云，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中论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心经以观照般若为宗旨，实相般若为归去。凡夫之不知缘起性空之理啊，处处执着，故用空观照之，了达诸法当体皆空，故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是破凡夫的我执，当修空观。空不异色是破二圣啊，着空之法执，当修假观。虽然说色空不离不异的道理，有恐其不能圆融相应，故后又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中道妙理。众生迷真执妄，是昧水逐波，所以随月轮转于六道而不息。诸佛菩萨了妄即真，是知波是水，所以应缘是生于十界而无碍。色是指物质，空指精神，物质不能离开精神的主体，色不异空，精神亦不能离开物质的作用，空不异色，物质是精神的使用品，色即是空，精神是物质的同欲者，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佛，依空幻其底物质现象，色是不异空的，为物质现象做本体，底空是不异色的，那么物质的本体就是空，空的现象就是物质。色空不二的道理是遣除诸执啊，令执显诸法的性体。色受想行识的五蕴等诸法，皆是真如缘起的一种现象，当体即是真空实相，故曰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如电球投于电，则光谓之生，而电亦不见其生；弃之则暗谓之灭，而电亦不见其灭。光暗虽有生灭，而电为是一体，本无生灭。不垢不净，如至光照于污泥中，不随之而垢；照于尘坛，亦不因之而清。水有清浊，而日光为是一体，本无垢净，不增不减。如绝地取空，《楞严经》云：“绝地一尺，即有一尺虚空；绝地一丈，即有一丈虚空。”真空实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道理，亦复如是。舍利佛，这些五蕴等一切诸法，它的现象虽然是假，然而它的本体就是真空实相，本来没有所谓的缘聚为生和缘尽为灭，也没有出障为净，随流为垢，物实为真，名实为灭等的虚妄之相，所以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就是成上文的诸法空相，真空实相之中，无字就是空，所以在真空实相理性中，本无此等虚妄之相而说。眼耳鼻舌身为色蕴，色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六根为内六入，六尘为外六入，合之为十二入。入是摄入之意。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根是能生意，为眼能六根，能生眼六识。眼根对色境生眼识，意根对法境即生意识。六根六尘为事的所生处，六根为所依，六尘为所缘。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尘有染污，此六种能染污真心，故以六尘称之。此六尘藏在生灭的变动，六尘亦名六境，音色等六法为眼等六根所对象的东西境。无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是离因缘假合之外，眼等六根各无自性，色等六尘不能建立。为眼等六根对于色等六尘于中不起妄念分别，自无根尘虚妄的一切作业。眼不贪色，耳不贪声啊，须知此眼等六根和色等六尘皆是真空实相中的一种虚妄现象，没有实证。如能悟妄本空，容相归性，相即无体，性质空即，还有什么六根六尘之可言呢？故曰：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大般若经云：眼处但有明，乃至法处但有明；眼处空，乃至法处空。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是破十八界，即以六根六尘之外，更加六识，合计六三六乘十八界，根尘是三六十八法各有界限的。所谓六根有六根的界限，六尘有六尘的界限，六识有六识的界限。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乃至就是没有把十八界的名称一一说出，但指最初的眼界到最后的意识界。前五识的功能是直觉，只能各缘一境，就是眼识前十二入，有的色，有的属心，唯此六识概属心法。总之，是依于根而发生了别，根依于是而发生作用，成为根是所作用所了别。所谓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楞严经云：根尘脱连了，事无所计，根尘无体，是性圆空。又云：若有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悉归消陨。不过凡夫痴迷认为实法，菩萨用般若妙智观之，了知真空实相的理体上本无此等虚妄之法，故一一无知当知啊。若就是方面，此运入处界乃迷情虚妄之法，是苦本，是无常，是无我，故当极力的破除。真空实相乃真实究竟之理，是常乐我净，故当彻底证得。就理性方面，从一切法本性中而融观一切，则虚妄相中全体皆真，观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实无少法可破，即一切法亦无少法可得，理一切相，一切不坏不失，无得无证，法法即实相，法法皆真空，此乃真实义。是诸法空相的道理看来，便知到真空实相的理体上，本来清净空寂，于中没有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和眼等六根、色等六尘，以及眼世界等六识的虚妄之法，故曰无色。到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何谓因缘？因是清因如种子，为能生之种；缘是助缘，如雨露、人工的为助生之机。是得起缘为因，中间助成为缘。无名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此为一切众生设立三界轮回六道的一种由来。无名就是不明，那一切烦恼的总称，由最初的一念妄动障蔽本觉妙明，于真空实相理无所明，因而妄生一切的执着，此谓无明。行事造作意指一切行为即依无明所造的善恶业，世是第八世，是人生的总报身。此事随业所报，为过去业力所趋，假持所造的善恶种子而来投胎与有缘的父母。名色是名指心事，色指形体，由于一念的爱染投入母体为名，因父母而成胎为色，所谓心物合合而成胎。六入及六根，在母胎十个月的时间，由名色渐渐成长到六根完备，以出胎后对六尘境有互相摄入的作用。触及接触，根尘合合而成触，受而领受，领受所触之境，爱及贪爱与所对境能起贪爱，取即妄取追取。二十岁后啦，贪欲转胜与一切境就广为的追取了。有即业，有因有果。有前际的因就是爱取，生后际的果，生老死。生即受生，以现在所造之业为因，依因感果，必招来世的受生，在世生六道中受生。老死即年老还有死亡了，诸根衰败叫做老，身坏命中谓之死。无明是无始一念不绝障蔽真心的一种虚妄，行是依无明妄惑所造的一切业因，世是依所造业而受现世投胎之第八阿赖耶识。名色是神是依父母精血新生渐次发育的一种状态。六入是在母胎中六根出尘的名称，处是六根与六尘接触不起真爱的一种作用。受是对境分别苦乐的一种感觉，爱是对境升起的一种欲望，取是广求无欲的一种作业。有是由贪爱而造作的一种业力，生是依着所造的业力去受报投生的一种事实。老死是由无常转变更败身亡的一种现象，就是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总头目，行是生死的创业者，事是生死的责任者，名色六入是生死的业报身，触受爱取是生死的犯罪者，有是生死的沉醉者，生老死是生死的受刑者。十二因缘的名义大约就是如此。生死的根源，人生怎样是有悲忧悲苦恼，到底从何而来？是由无常转变的老死而来。人生最悲哀而痛苦就是老死，老死又从何而来？是从投生来做人而有的。因有了生的生命，自然有结束生命的老死，何故要来投生？有所作而规定了业有牵引而来，既有业因，当然要依业受报而来投生。有又从何来？是由妄取而来，因为有了妄取才会去妄造有的业因。为什么要去取呢？是被贪爱心所驱使，如没有贪爱就不去取。爱又从何而来？是从领受而来，如不去领受则贪爱从何而起？受又从何而来？是从六根接触六境而来，根不接近自然没有领受。触又从何而来？是从六入而来，没有六根怎能去接触沉静？六入又从何而来？是从名色而来，没有心物和合合的名色怎能成就六入的作用？
名色又从何而来？是由阿赖耶识去投胎而来。若无业识，由父母父精母血而成胎，怎有名色的成立？业识又从何而来？是由个人的行为所造出来的业，是被业牵而入胎。行又从何而来？是由无名的迷惑心中所驱使去妄所浮为而成业。心不迷惑，自然不会妄作浮为。生死的根源原来就是无名，那么想求解脱生死，要从无名为下手功夫，犹如擒贼必先捣其凿，而请其王方能克尽全功。菩萨行深般若，用一心三观照了一境三规三谛，了达无名当体即是真空实相，行事乃至啊，乃至老死呢，莫不一一皆难。永嘉大师说啊，无名实相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佛性法身就是实相。对于无名当体即实相的道理，可说是一个极有力的证明。无苦即灭道，苦谛是逼迫性，就是众生身心常被种种的痛苦迫扰不安。极谛即是招感性啊，就是苦到底从何而来，非从天降，不是地生啊，是无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由智心所起的贪嗔痴等所驱使去妄造一切恶业啊，依业所受报而召集来的。灭是可证性，灭去烦恼生死之苦，证得涅槃即灭之乐。为了要灭苦断集，求证涅槃，因而急求办法，就是道。道地就是了解到生死等苦是由集的业祸所酿成啊，所以要向上追求断集的方法道。当知业祸一除，即断证啊，断烦恼证涅槃。总之，生死等苦无非逼迫为苦地，贪等业祸能招生死为极地，涅槃极境远离生死烦恼为灭地，道品观法诸修行法门为道地。感受生死业报叫做苦，身心积染罪恶叫做极，所证涅槃叫做灭，修行门径叫做道。纵观世出世间的一切诸法，居逃不出因果二字。所谓果不离因，无因不感果。种子为因，解实是果。若无种子，怎能结果？是圣地，极地是因，苦地为果；道地是因，灭地为果。极为苦之因，苦是极之果；道为灭之因，灭是道之果。是圣地照顺序来说，应该是先因后果，谓之即苦道灭。为什么先说果而后说因？因为果易明了而因难知啊，所以知苦断集啊，目灭修道，佛陀教化众生啊，就是以善巧方便啊，是值得效法的。圣者悟此啊道理啊，觉悟三界根本是苦，且能审查出苦的来源，同时更知道有极灭之理可证，又明白了各种的修行法门，从此精修道行啊，达到断证目的。佛法分为世间还有出世间两种，在出世间又有大圣小圣之分，小圣是个人观念啊，佛教自立啊，就是目标是要自了解脱的生死，成为出世的精神。大圣是大众观念的佛教，利他目标是在救世普度众生。如何无苦即灭道？菩萨以般若妙智教见苦等当体，就是真空实相清净本然。出世间的道灭二谛，在真空实相的离体上没有他们的行迹，因为诸法空相中是绝对否认有生灭修证的。
四谛法乃为佛教的根本思想，因为一切教典都是由四圣谛开展出来。大圣菩萨的四弘誓愿都是依四圣谛而发的，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是苦地，烦恼无尽誓愿断是极地，法门无量誓愿学是道地，佛道无上誓愿成是灭地。没有生死苦的感觉，也没有贪爱的极因可断，没有极灭的涅槃可证，也没有解脱的道法可修，因为自性本来解脱，没有生死可舍，本来清净，没有烦恼可断，本来空寂，没有涅槃可证，本来具足，没有菩提可修，所以叫做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菩萨所修的法门很多，智为能观之智，德是所证之理，能空诸法之智与空智所得之理，二者俱不可得，所谓能所双亡，故曰无智亦无德。虽能照见诸法皆空之理，一再存有能观之智想与所得之空想，则能就是一种法执为弃般若真空妙义，所以要空啊，自以菩萨广修六度万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就是无所得，勿作无智无德的哈，就是一切诸法皆因妄想、妄情执着而有之，如凡夫。知无蕴故有身心世界可得，二圣之空故有偏空涅槃可得，亦有了贪取执着的妄见，则三惑烦恼自然。观音玄义云见思取生死相，尘沙取涅槃相，无明取二边相，用观照般若照之，则妄情顿消，执着俱浅，是为凡圣情境自律都亡。还有什么三惑可言，诸法可得，一切的功德本自现前，不是前无而今忽有，更非从外得来，因本具故，无非真有所得，故曰无所得。当知有所得，则心生执着而受累；无所得，则心自空寂而解脱。菩提萨多依般若而究竟涅槃，就是依此般若毕竟空慧而获得心无挂碍，乃至究竟涅槃。就是真心破了无明的蔽缚，世事妄为执着，对境生主。触图成智就是挂碍，即被物牵，心有挂碍障碍而不得自在的意思。到底是被什么牵挂碍障碍呢？凡夫被设牵挂，故有我执的障碍；二圣被空牵挂，恐怖恐惧啊，怖就是怖畏。究竟恐怖什么？心不得安，因为有事所牵累而生恐惧怖畏。凡夫为五蕴的挂碍而有分断生死的恐怖，二圣为偏空的挂碍，全教菩萨为二边的挂碍而有变异生死的恐怖。所以依般若而修，到了功行得力的时候，心境一如解脱自在，内部执着身心，不为身心所挂碍；外部执着万法，不为万法所挂碍。所以生老病死啊，和无常转变的一切恐怖，自然成为乌有。由于没有执着，无挂碍，既无挂碍，也就没有恐怖，故曰心无挂碍，无挂碍得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是
远是永远啊，非暂时啊，离是脱离，就是永远的解脱。大般若经云：甚深般若波罗蜜，远离之相。又云：于一切烦恼六趣四身蕴皆处等而得远离，故名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无生无灭，永恒不变谓之常，即灭永安，常离诸苦谓之乐，自在解脱，真实无碍谓之我，永离一切尘劳垢染谓之净。凡夫精血构成之身，哪里有净？所受众苦交煎，哪里有乐？妄心刹那生灭，哪里有常？因缘所生之法，哪里有我？佛陀在入涅槃时，曾谆谆的警戒弟子们说：啊，若我灭度后啊，尔等当依四念处为住。住是不离的意思啊。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可以对治，就是净道啊；观受是苦，可以对治乐道；观心无常，可以对治常道；观法无我，可以对治我道。就是值得留意的，梦想就是梦中的幻想，虚妄不实。一切的梦境皆为梦所幻现，全非真实的事情，而梦中人错认为真，待至醒来，情景顿空，这时才知南柯一梦，无人现前的身心世界，皆于无明妄想之所唤起。须知一夜之梦为小梦，一生之梦为大梦。用梦想即指无人无始解来的无明烦恼，毕竟虚妄，如梦不实，凡夫无知无般若智，被其所迷，愚中颠倒，执着妄造恶业，妄受生死。以般若造之，则无明惑破，虚妄相空，而真心全露，实相显现，如梦初醒，求梦中境了不可得，这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佛陀到底觉悟什么？就是觉悟宇宙真理和人生实相。他把宇宙人生的内容观察得非常清楚，洞察得非常明白。但宇宙的真理、人生的实相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就是缘起性空。佛陀观察宇宙人生的一种正确结论：一切有情，迷了缘起性空的道理啊，妄认啊宇宙万有的现象为实法，四大假合的幻躯为实我，处处迷恋取着。佛陀觉悟这些道理而不被所迷，故称为觉者，也是觉悟人生是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众生迷昧不了三界火宅，众苦充满，任苦为乐，不了万有缘生啊，就是空啊。任假作真，不了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无常即常，不了四大皆空，本无有我，无我即我，宇中颠倒是非，虚妄从无始来，一向为众生迷梦不醒。一旦被佛陀明白地看穿了宇宙，觉悟宇宙万有，人生一切不过如此。佛陀的觉悟可说是突破人生的谜团，揭穿宇宙秘密。觉的意义有三：自觉、觉他、觉满。在自觉、觉他的两种功德做到究竟圆满，自觉慧满，觉他福满。自觉慧满由最初发菩提心，依本觉离起始觉字，广修六度万恨，普遍开觉法界有情，功德圆满，此为觉他福满。自觉觉他福慧圆满，所谓三觉的圆万德具，名之曰佛。佛陀释迦牟尼佛从出家至菩提树下，睹夜睹明星而悟道为觉，从初转法轮至涅槃前于49年之说法为觉他。佛陀的具足一切智慧，故能开示一切众生破迷起悟，皆妄显真。佛陀是具足一切福德，故能普利十方有情四生六道。佛陀觉悟的主要是在
外物一切缘起性空之理，内物内心本具佛性。佛陀教化众生都有所谓的对机说法，因病与药的一种观念为大前提。中观论云，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复见一空，诸佛所不化。金刚经云啊，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心经所发挥的就是当体无非即空即假即中。佛陀却以正道所说的圆融中道尽啊，所以能够和光同尘，周旋十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是密说的般若啊，如来说法力之真啊，有显有密。经典中明说道理，以示人之修持者啊，谓之显教。显说即是经文啊，密说即咒语。般若圣妙的法门啊，就是显密融通啊。大神咒就是驱除烦恼啊，我们的烦恼魔，解脱生死苦，故名大神咒、大明咒。明有照了意啊，能令受持者破除众生的痴暗，照见 无明的虚妄，故名大明咒。无等等咒就是最高义，能令受持者成就无上菩提，是出世间无有一法等于此者，故名无等等咒，成就佛果，清正实相。实相是极其平等圆满，没有一法可与之相等故啊。所以大论云啊，无等名诸法实相，诸行无能及者，无细论，无能破坏，故名无等。能除一切苦，是显示般若功能所获的结果。般若有殊胜的功力，所以能使受持者永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就是佛及菩萨的悲心悲智啊，以为咒是密语，不翻其意啊。大众啊，要深信无疑啊，才不思持这个般若的圣意啊。般若有殊胜的功能，是真实、真真实实，没有半等虚伪的。金刚经云，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是狂语者、不欲语者，是究竟义啊。依般若而修，可以得证菩提涅槃啊。所以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啊。就是啊，大光明的咒是一种最高无上的咒啊，是一种超绝无比的咒啊。他的功力啊，能除一切苦，是的的确确的事实啊。此咒共有四句十八字，容易受持，具有不可思议的功用。行者但能至心的念诵，自然获益不少。盖凡一切的神咒，皆是诸佛神妙不测的密语。揭谛就是度啊，就是能度众生去到彼岸。只要我们能够至心的持受啊，就是永无磨难等咒。所以密咒的不可思议功德广大极了。观此啊，寥寥数句的神咒，可以表露佛菩萨救度众生的悲心深切，无微不至。佛菩萨如此的慈悲，怜悯着我们常处沉沦不得解脱的苦恼众生，谆谆的善药，急盼大家哈回头啊，同登彼岸。清确的宣说简单而易持的圣妙神咒来接引我们。般若心经啊，标明曰心，分明要人依般若而证悟真心。先谈种种空为显说般若，是破心执；后种说咒为密说般若，是除心障。因为我们人对一切诸法心生执着，都是心有执着，因而受种种的烦恼侵扰，
为之心脏，由是永使本具的真心埋没不见，妄受生死。当知啊，经或咒啊，圆同一体啊，若显若密，本无异质啊。诸佛皆为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啊，普度众生，同归正觉。观其度生工作，第一步就是说，因众生的根基利钝不等啊，心量大小各殊，所以佛陀在摄教度生方面有其特别的方法和形式。重点啊，将刚刚宾中法师所这个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要事啊，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啊。总而一切呢，都是万法唯心啊，鼓励大家啊，要快修行啊，就是从此岸到彼岸啊，登彼岸啊。佛说一切法，不离一切心，所以呢，闻法要须句句的归自己哈、啊，所听到的，就是《般若心经》啊，般若就是无上智慧，智慧是对愚痴而言哈、啊，智慧是觉啊，愚痴是迷，觉是佛。佛不在外啊，只此现前一念本觉真心，此心不被尘欲所蔽，境界所转。实相般若就是本觉真心啊。只要如实的修行哈，到了功成行就之日，都能圆断哈二障，就是啊，因为如实的显密哈融合的修行啊，依佛陀的教法啊，如来的显密并施啊，有当有显说得意者啊，则用显说以引导之，或因从密说获益者，即是密咒而摄取之。再由坚持显密二种而获益者，则显说之后更说密咒。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实就是有显密的意涵，因为它后面有咒语。那我们要依法修行而获益，可以开发智慧，灭除烦恼障。密说虽然不可明示于人，可是其中为诸佛菩萨威力加倍啊，具有秘密功德，极大神力，能令自心持诵者智获到不可思议的利益，增长福慧，消灭罪业障，就是灭了二障、烦恼障、罪业障，成就二言，就是福德庄严、智慧庄严，便可畅达如来说法度生的本怀。因此佛陀说法常常是显密兼施啊，例如说有楞严经的楞严咒、药师经的药师咒、弥陀经有往生咒。不仅呢，菩萨们依般若而获得究竟涅槃，就是现在过去未来的三世诸佛在因地中亦莫不同样的依此般若圣妙法门修行，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圆满佛国。我们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啊，就是阿耨就是以无上啊正等正觉啊正确的觉悟，就是离颠倒戏论的一种正智啊，就是凡夫的不觉和外道的邪结，因为众生无自无始以来啊妄想执着，将本觉真心埋没于五蕴之中，迷而不觉，谓之不觉众生。外道心外求法，而所觉之道非妄即邪，所以他们均没有成为正觉的资格。自觉之后，毫不自私的能真正的平等利行利他。
但求自利，不能利他，乃是偏而不正，没有平等普遍性，不能称为正等。无上三觉的圆满万德具备，没有能过其上的，所以我们要智慧圆满无上，利他方面功德圆满无上，就是从自觉觉他，再来觉行盈圆满。所以般若为诸佛之母，我们就是如实的依佛陀的教法。那佛陀教化众生都是有所谓的对机说法，所以我们就如实的依佛陀的教法，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今天所讲的就是以宾中大师他后来啊跟大众开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要事，让大家能够如实的依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能观察诸法实相之理，得大自在，不为境界所转，又能救度迷苦众生，具有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精神，让大家都能够做观自在菩萨，就是以菩萨的无我大悲哈、自他坚立哈、能够广度群伦，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效法菩萨道之力行实践，历代高僧风范、智慧与悲心之示现，就大圣精神，以大愿与大恨为佛教，也为众生之菩萨道的实践。此即诸佛菩萨之本怀，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为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参酌历代高僧与祖师之慧见与体悟，高僧的生平传承及主要思想，以及对后世之贡献，深觉佛法是启发众生思维诸法实相，升起大慈悲心的指南。我们可以肯定，为众生便是为佛教，一定要为众生归敬三宝，听闻正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